一只蚂蚁盖着小碗弓，圆圆点点眼里彩虹，爬呀爬呀惊醒我的梦，原来是只可爱的小瓢虫。这个只是演戏，你不要想太多啦。嗯，但是我觉得好难过哦。不然这样子好了，我们不要看电视了，来，不要看电视，我们来看书。哎呀，点点，你不要哭，我来念故事给你听。这是一个很浪漫的童话故事。交由默默来为大家说故事。这个是一个长发公主的故事，
从前，从前有一个很漂亮的公主，她有很漂亮的长头发，可是她被关在一个很高的楼塔上，从来都没有走出去过。看看这个外面的世界，她没有朋友，她也没有宠物，她也没有。点点，你又怎么了？哈密瓜哥哥，你不觉得公主很可怜吗？她被关在塔上，都没有朋友，一个人好孤单哦。哎呦，点点，你不要一直哭啦，这样我都不能好好说故事了，而且你一直哭好吵哦，这样我都不想跟你说话了啦。我点点，你要学着控制自己的情绪啊，不能遇到一点小事情就这样一直哭一直哭，不知情的人啊还以为是我们欺负你耶。可是哈密瓜哥哥，点点，哭是一种很好抒发心情的方法哦，可是不能遇到任何事情都这样子哭啊，这样子是很不好的，而且如果你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，影响到别人，这样子也会对别人造成麻烦的。妈妈，我真的哭得很吵吗？对啊，而且你哭起来一点都不可爱。不可爱。点点，跟着哈密瓜哥哥一起深呼吸，吐气，深呼吸，吐气，笑一个。对嘛，不要任何事情都用哭来解决啊。再来再来再来。像是妈妈慈祥的眼睛，在那。
就是善良的北极星。学成语，彤彤姐姐，我觉得你真的好厉害哟、哦，好厉害，有吗？有啊，你知道吗？你每次参加舞蹈比赛都得到第一名哎！哎呦，甜甜姐姐这样称赞我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只要你愿意努力练习，你也可以有好成绩啊！真的吗？可是我还是觉得你的舞蹈动作特别棒，比大家都好。可是甜甜姐姐，如果我小时候没有努力练习的话，说不定我今天就小时了了，大未必佳咯。彤彤姐姐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小时了了，大未必佳，这句成语你没有听过？我没有听过哎。没关系，让我来告诉你们吧。哇，这个孩子是个神童哎，可是怎么长大了之后流落在街上呢？小时了了，大未必佳。这句成语是指虽然小时候聪明，但是长大了未必能有很好的成就。小时了了，大未必佳。这句成语是从一个故事来的。在古时候，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做孔融。哎，我知道，就是孔融让梨的孔融，没错，就是他。这位孔融啊，从小就非常的聪明，很会说话哦，所以他小小年纪就已经是个名人了。孔融十岁的时候，跟着父亲到洛阳，洛阳当地的太守也是个很有名气的人，能到太守家的，除了亲戚之外，一定要是有才能或是名人，守门人才会通报。十岁的孔融大胆地去拜访太守，他到了太守家，跟守门人说：“我是太守的亲戚，请帮我通报一下。”“您是太守的亲戚呀、啊，请稍等我一下。”守门人通报之后，太守接见了孔融。但是见到孔融本人，太守却觉得自己好像不认识这个人呢。于是太守就问他说：“请问你和我有什么亲戚关系呢？”“从前我的祖先曾经向你的祖先请教过问题，他们有密切的老师和学生的情谊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两个家族已经有几十年的交情喽。”在现场的客人听到年纪小小的孔融这么说，都惊讶地张大了嘴巴。其中有一位大夫比较晚到，现场的客人就把刚刚的情况跟他说。大夫听完，随口说了一句：“小时了了，大未必佳。”聪明的孔融听到了，立刻反驳说：“我想大夫您小时候一定很聪明吧。”大夫被孔融这句话给难倒了，好久都说不出话来。后来大家就引用故事中的“小时了了，大未必佳”，来自小时候虽然很聪明，但是长大了不一定能有很好的成就哦。谢谢彤彤姐姐，我了解这句成语了，以后啊，我也会每天都很努力的。太棒了。那这样大家都了解这句成语的意思了吗？一起学成语，下次见咯。一起学跳舞，一起学跳舞。大家好，我是泡芙姐姐。大家好，我是柠檬哥哥。现在就跟着哥哥还有姐姐一起来学猫猫飞到欢乐谷。小朋友，现在跟着泡芙姐姐还有韩荣一起来学这个动作，预备开始，拍拍手，
变魔术，展一展，展一展，是不是非常简单呢？涵蓉学会了吗？学会了，很厉害。那我们再练习一次，预备，开始。拍拍手，变魔术，展一展，展一展。大家都表现得非常棒，现在跟着音乐一起跳一次。小朋友，赶快站起来，跟着柠檬哥哥还有涵蓉来练习这个动作喽！准备，开始。上面挥一挥，下面滚一滚，蹲两下，跳起来。很简单，对不对啊？那我们再来练习一次哦。预备，起。上面挥一挥，下面滚一滚，蹲两下，跳起来。小朋友，涵蓉，你们都学会了吗？学会了。太好了，那我们现在来跟着音乐一起跳一次吧。小朋友都学会了吗？赶快跟着哥哥姐姐还有小朋友一起来跳舞喽！耶！
神奇教会不想笑，当你失败了就会失去笑，深深呼吸。